你怎么还不睡？这话该问你。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刚才我觉得有点热，怕出汗弄坏了妆容，正好冰箱的冷气够给力，而且还打开，简直是空调电费二合一，一点都不浪费。这么晚了还练习，你不累？当然不累啊，以前我打了很多份工，回家都是倒头就睡，但自从遇到了石总裁你这样你这样的金主爸爸之后，我真的是精力过剩，想睡都难。而且我不是怕像前几次一样梦游骚扰了你吗？所以特地决定日夜颠倒，安全。打算浪费？这酒我是趁超市打折的时候买的，我是怕浪费你的红酒，所以特地买了啤酒练习。你看，我这倒酒的姿势够标准吧？所以这酒绝对没浪费。手扶瓶身中间，瓶标要对着客人，葡萄酒倒入瓶杯的三分之一处，完美。这杯庆祝你终于学会倒酒。等等，评价一款葡萄酒的第一步。从而观察酒液在杯壁上流动的。